This is Wolf Media's rallying cry, a cry for freedom and justice. You're watching Wolf Media, the call to the one. All Wolf Media, come to the free land.西藏，因为西藏现在按照中国政府的说法是西藏自治区，但是藏人的说法，那西藏自治区还有10个藏族自治州、2个自治县，那些它都是传统就是西藏，所以现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只是中国分而治之以后，只占那个藏人总人口的一半都不到，所以一半以上的藏人都在西藏自治区以外。那么在西藏自治区就是藏人占不到一半的那西藏自治区里面。的那个武汉肺炎只有一例，那个一例也是从武汉过来的一个人，那个人显然他是有意识的去武汉的，要从武汉离开拉萨的，因为他应该是在武汉快要分城的前一半，那当武汉分城的时候，那时候只有到青海和到拉萨的飞机还有正常起飞，其他的飞机都要停了，所以那是最后一班从武汉飞往拉萨的，那个武汉的病人他显然知道他自己病了，所以他应该算是很机灵或很聪明吧，就是说他知道武汉，他肯定知道武汉的资源一定会很紧缺，所以就像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电影导演，他们一家四口因为找不到病床而死在家里一样，那他显然是知道这一点，所以他可以说是那种逆向思维，他就坐了飞机直接飞到拉萨，那路上他自己保护也好，好像还好，因为没有传染给其他人。他到拉萨以后，他直接去医院，所以说他到拉萨去是就是为了去给自己治病，因为他知道拉萨没有病人，而且那是最后一班飞机，其他的武汉飞其他国家的其他城市的飞机都已经断了，所以他就到拉萨，然后直接去医院，然后就拉萨就破了零，所以整个西藏自治区的所有的医疗资源就他一个人。所以他后来就活了，应该是这样。那么在其他的地方，就是除了西藏自治区以外，其他地方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是西藏康区的道府 中文称道府县，在道府县呢有很多的病例，好像有二十几个，从刚开始七八个。那么他病例的传播有藏人有华人，好像很多都是从武汉过来的，好像也跟那个西藏佛教或者是跟旅游有关系。因为现在为止西藏跟中国的本土的关系基本上就处于三个平行，一个就是旅游，一个就是西藏佛教在中国的传播，还有一个就是中国统治西藏的这样一个官员的。那么从这样的角度来讲，那中国官员他就在军警他就在西藏，所以他还不会有很大的流动性，不是很强，那流动性比较强的就是游客和那个藏传佛教的互相之间，那个佛教徒的互相之间的连接。那现在应该看来，这个传过来的，因为我们从中国政府公布的信息来看，有好几个，比如说在安多的阿坝，四川的阿坝，或者说是这些地方都有一些武汉的人，他的旅游或者来朝佛，或者是有信仰藏传佛教过来，然后互相可能就有一些这样一个传播。那目前来看，这些传播的很多都是家庭互相的传播。总之，画在四川的那个康区，甘孜州的那个道孚县，变成是一个重要的，在西藏人里面是最重要的一个疫情的传播点，而且那些好像都是跟那个病人有互相密切接触，然后是这样传播的这样一个状态。目前的状况基本上是这样。那其他地方，分的，因为中国政府当武汉分城以后，在西藏其实从年初二，农历的年初二就开始，就基本上都处于一种封闭状态，大家基本上就停止了一种社会上的活动，所以目前还没有看出更多的这样一个蔓延，爆发的这样一个消息。